30秒带你看闺蜜给我找的情人节对象，还会握手给个赞吧。这个又是做什么？什么？他卷起我，他怎么什么都会呀？拍照姿势比我还多，嘴巴居然还是翻盖的，和腿比我的命都长。什么？还会闻手礼？他在嘬我的脸，跳上来的一瞬间，我小脑都萎缩了，表面都被勤劳不干净了。